距离龙舟比赛日期还有短短几天，参赛队伍纷纷出现在活水湖场地进行练习。上午警察局及消防局两支强队预先练习，消防局不只有女将，女消防人员在练习当中一样不输给男生。不会啊，为了争取荣誉。这样子哈。对。他练习的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教官都很细心教导。会累吗？不会不会不会。不会、啊。因为大家都一起啊，团结。穿着标准的救生衣，双手拿着划桨，准备在二三、二四号这两天冲出好成绩。去年我们是第三名，总冠军赛的第三名。那今年因为没有总冠军赛，所以我们各组就派各派一队。那数值应该都还不错。你对去年什么样的期许？今年哦，当然是朝冠军看了。活水湖因为场地比值非常适合从事类似龙舟这种水上活动，而每年的端午节也都会在这里进行龙舟赛，今年的赛事也会相当精彩，而各单位也都在这几天紧锣密鼓加紧练习，希望能够夺第一。东台新闻陈敬雄、张玉成，台东市报道。